大家好，我是玉良。我们现在外拍完，觉得好累，终于回到我们的 home hotel。哎，为什么叫 home hotel 呢？先带你看，我们为什么叫 home hotel。第一，浴袍，而且超舒服的，穿下去都不想要穿里面，不想穿任何衣服了。再来 ，home hotel 的厕所呢？跟我来，东西样样俱全，厕所干湿分离，而且可不可爱？都想偷回家了，来，再跟我来。Home Hotel 最特别的地方 ，i 苹果系列的音响，哇塞，它不只是个音响，它还是个闹钟。那这个床，躺上去睡觉的时候，都想要明天不想练习。关于这次我们所住的这个 Home Hotel。我个人最满意的呢，就是眼前的这面镜子。回到饭店洗澡前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面对这镜子，然后呢，就是看着镜子，一下，二上，再下，再上。这个镜子对于自己身这个位置的修正是非常有帮助的，所以对，非常喜欢这镜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思婷。经过我们今天一整天辛苦的外拍，终于回到我们温暖的小家。真的 ，Home Hotel 真的很温暖。然后我们一进来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点心还有茶，真的可爱。然后杯子也很漂亮。然后我们经过睡了四天，每一天都很温暖。然后每一天回家就是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。然后接下来剩下的两天，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很舒适的继续待在这个温暖的小家，还有明天的例行游轮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。这个饭店很特别，它为我们准备一个这个小礼物，它这个其实是 绿茶，然后它这个瓶子呢，它其实你可以喝完之后，然后再去利用，然后其实很可爱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。一大早起来，但是要先关心跳数了。哇，张子刚，我终于赢你嘞！啊，什么？我终于赢你票数了。我一定追过你的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饭店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很响应绿色环保。就是假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啊，被单其实不一定每天都要洗。那如果你把这个牌子放在被单上面，那其实它就会重复使用。那厕所、浴巾、浴袍那些都是一样，还有它的饭店的，你会发现它的灯全部都是使用 LED 的灯，就非常的环保，觉得非常棒。Home Hotel 赞。